我当然知不知道。不知道的话，那就好好留在这里想想吧。好好好，我知道还不行吗？按理说我们现在也在一起了，你是可以回 C 站了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爷爷说。沈君瑶，你是不是早就想到办法了？你觉得呢？把这个签了，我去送你回 C 站。情侣契约，这契约我之前签过啊。之前那份我已经扔掉了，这一份的内容和之前的差不多，但是日期不是三个月，是一辈子。这下总行了吧？